有一种人，他要喂小白鲸吃东西，陪他玩耍，还要充当护士照顾小白鲸的健康。可爱的小白鲸是他最重要的朋友和伙伴。他是谁呢？他就是白鲸训练师。小朋友，我们一起看下去吧。哇，好可爱哟！原来海豚也有白色的耶。哎，大头，你在看什么啊？香蕉哥哥，就是这个白色的海豚，很可爱耶。哎呦，这个不是海豚，这是小白鲸。啊，小白鲸和海豚有什么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咯。小白鲸跟海豚哪里不一样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哎。哎呦，香蕉哥哥，我还以为你知道嘞。哎呦，不如啊，我带你去看真正的小白鲸，到时候我们再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海豚跟小白鲸到底哪里不一样。耶，好喂好喂，那这样我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小白鲸咯。不可以骗我哦。不会。好，那走吧。走。这里是屏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海生馆里有各式各样的海底生物可以观赏，也是全台湾唯一有饲养小白鲸的地方哦。对呀，在这个海底隧道里面啊，可以看到好多不一样的热带鱼，而且还有鲨鱼哦。喂，一点都不害怕，很无聊啊，你香蕉哥哥。你看，哇！大头，你看是小白鲸耶，好可爱哟，好想摸它哦。哎，快点过来，来这里。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子拍打玻璃哦，小白鲸会受到惊吓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有关系。对了对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小白鲸跟海豚有什么不一样啊？好，针对这个问题呢，我带你们去找最专业的训练师好不好？好，走吧走吧。哇，小白鲸的训练师，我想一定是个又酷又帅气的人哦。就是他，我们的专业训练师素芬。素芬是全台湾唯一女性的白鲸训练师，拥有专业的潜水执照，能用眼神与小白鲸沟通。当白鲸训练师可不是简单的事哦，除了要有百分百的爱心之外，超人的耐心和敏锐的反应力也是训练和照顾小白鲸不可缺少的哦。素芬姐姐，请问你知不知道小白鲸跟海豚有什么不一样呢？知道啊，海豚的话，它的背鳍比较高，比较长。那白鲸的话呢，它的背鳍比较短小。因为它们要在冰层底下游泳的关系，还有它们的胸鳍比海豚还要短。都比较短。对，颜色一样吗？颜色也不一样，因为白鲸的话，因为它有保护色，它们生长在北极，所以它们的皮肤是白色的。那素芬，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训练这些白鲸的呢？可以啊，可是我们里面有许多守则，所以可能要先跟你们说一下。好。那我们的守则，守则一呢，就是到我们后场的时候要穿雨鞋。那守则二呢，就是进入后场的时候要踩消毒盘，这样子才可以过滤一些细菌。那守则三呢？身上呢不可以戴项链跟戒指。项链戒指。没有。那守则四呢？就是在里面要小声哦，不可以太大声。对，要不然会吓到小白鲸。那守则五呢？就是不可以太靠近白鲸池旁边。这么多守则，感觉很难记起来。哎呦，这么多，我的头都晕了啦。不然等一下你们就跟着我就对了。好，没问题。因为小白鲸是远从寒冷的俄罗斯来的，对台湾热带的环境特别敏感，所以训练师都很小心地保护它们，从简单的消毒到清洗喂食都有一定的规则，因此每一条守则都要小心遵守，完全不可以马虎。素芬，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是要去看小白鲸吗？还不行哦，现在我们要先去准备小白鲸吃的东西。好，那你带我们去吧。走。那现在你可以帮我把鱼搬出来吗？可以，是这个吗？对。
好，没问题，交给我。重啊！大头，来帮忙一下。香蕉哥哥都搬不动，我怎么可以呀？哎，有人叫我，我走了，拜拜。哎，哪有人叫你啊？哦，怎么会这样？是真的重哎，你看，来不及。哎呀，哦，很重哎。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拿去喂小白鲸了？哦，还不行哦，我们要先处理一下这些鱼。啊，还要处理哦？那要怎么处理？那你先帮我把这箱鱼搬上来这边。搬上来。要小心哦。那就不要了。因为我摔到它，它就不要了，也太浪费了吧？妈，我帮你带一只鱼回来。啊，不行哦。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是因为掉下去了，掉下去又不行。对，像有时候我们地上会撒漂白水啊，会有化学的东西。为什么要洗鱼啊？因为我们要挑选一下这些鱼的新鲜度，而且现在是结冰的，不能直接拿去给小白鲸吃，所以要把那个冰洗掉，是不是？啊，要小心，像这样子的话就不行了，因为它肚子破掉，因为这样子等一下的话内脏就会跑出来，这样就不好。那怎么办？这种鱼的话，我们就把它丢掉。丢掉？对。啊，原来小白鲸要吃的鱼要很新鲜。对。那小白鲸啊，他们都在这边都吃鱼，他们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鱼，还是有不喜欢吃的鱼？有啊。像这种是什么鱼？这是青鱼。那他们喜欢吃吗？他们很喜欢吃。很喜欢吃哦。对，那像这个是硬尾的。真的，它这边有硬硬的尾巴的感觉，那这没有。对，这个吞的话，他会觉得比较不好吞，他就不喜欢。那这是不是不行？这不行的。哦，被我发现一个。那这些鱼啊，洗好了以后，为什么呢？后面这位小哥，他一直把它们放在桶子里啊？因为这是八头小白鲸的食量，所以他要把它分装，平均分配。每一个人有自己一桶的食物。对，像我们桶子上面都会有写名字。爸布，跟我的狗一样名字哎，所以他们的食量是一样的吗？它像爸布的话，因为它有801公斤嘛，所以它的食量大概有28公斤。哦，所以的分量，所以你们会帮依照他们的体重去调配。对对。那还要再加工吗？加一点调味料啊，或什么的？不要这样对他们反而不好。那加一点什么钙片啊、营养粉啊？我们兽医会帮他们补充一些维他命。哦，也是有。对。哦，好特别哦！你看他们也是用桶子装哦，所以这是他们的便当盒，赶快来帮我们装起来。哇，一天要吃掉170公斤，是7个我哎。素芬姐姐说，他们会依照小白鲸的体重来准备食物，从解冻、洗鱼、挑鱼到分装，都花费许多时间跟心思。而且细心的他们还会用海水来洗鱼，保持鱼的鲜度。可是这个大针筒要干嘛的？淑芬，你在做什么？我在帮鱼打针。帮鱼打针？奇怪，我没有看过这种针哎，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可以啊。啊，看起来很炫呢。为什么要帮鱼打针？鱼都已经死掉啦、啊。就是因为要帮小白鲸补充水分。水分。对。所以这个管子这里面这是什么？不是像我们在喝果汁一样的东西。这是开水杀菌过的。那把它注到里面是让鱼吃到，可以吃到这个水。对对对，这样子它才可以补充到水分，因为白鲸在水里面是不喝海水的。哦，对耶，小朋友，小白鲸虽然在生活在水里，但是它不是这样哦，张口就喝水哦，要补充的还是这种淡水。哦，那我试试看好不好？来，尽量往肚子里面哦。啊，这是我第一次帮鱼打针呢，好害羞，不好意思哦。你看它的身体有鼓起来哎。从屁屁吐出来。小白鲸除了吃鱼之外，还要补充水分，因为宝贝挑食，所以训练师们想出帮鱼打针来补充淡水，而其他的小白鲸则是吃洋菜冻补充需要的水分。素芬这么仔细小心的处理，就是希望小白鲸能够健康又强壮哦。大头，不要乱扔哨子啦！不是我啦，是他们啦。叫我淑芬姐姐，他们为什么一直乱叫我？因为他们现在要肚子饿了，所以要去喂他们。
好意思，我误会你了啦。没关系的，我是淑芬姐姐，我们要在哪里喂小白鲸啊？我们要在外面的大池子喂，因为这样子他们的尾巴才不会扫到池子下、池子的底部。那外面池子有多深？大概有6公尺。6公尺？那我也要去。等一下，大头。太小了，你留在这里就好。我去，你是要怎么喂啊？我们要穿潜水衣下去喂他们。下去喂啊？怎么办？我最怕水了啦。哇，香蕉哥哥，加油加油！是啊，小白鲸，我现在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喂你们喽。等一下，你太夸张了啦！我很害怕啊！不用啦，我们在岸边喂就可以。那你要去把泳圈给拿下来。泳圈拿下来。还有口罩要戴上。口罩戴上，泳圈拿下来。为什么要戴口罩呢？因为我有点感冒，然后不能把那个病菌传染给小白鲸，所以我要戴口罩。可以摸摸看它吗？可以。先喂它一只。右手，左手，然后等它安定了之后，再用右手下去慢慢摸，哎，然后不要摸它嘴巴，然后慢慢摸它，哎，好可爱，哎，软软的，跟海豚不一样，不好意思，吓一跳，吓一跳，不好意思啊，对，注意注意。是啊，是我的，我很紧张哎，因为它很大。哇，香蕉哥哥好幸运哦，可以摸到小白鲸哎。淑芬姐姐说，聪明伶俐的小白鲸大概有6、7岁小朋友的智商，除了吃鱼以外，还喜欢玩游戏哦。先跟天使认识之后，接下来香蕉哥哥要学基本动作训练喽。左手对，左手，因为它在左边。放进去。对对，放进去吗？哦，它就会吃了。哦，完了。来看，举起你的右手，看它会。他说对。好棒啊！你问他问题。你叫天使对不对？对耶，他会回答。他说不是哎，哇，好厉害啊！你们在训练他们的时候，这些动作要训练很久吗？嗯，我们通常一个动作要训练2-3个月。2-3个月，光一个动作。例如说，因为没有语言与小白鲸沟通，所以训练师们都是用肢体动作与高音频的哨子，不断的重复教小白鲸正确的动作。而每个动作都是针对小白鲸的习性而训练，所以在教他们的时候不能急，要很有耐心哦。再来一个动作。好。跟他洗手，哇！妈，再喂他。哎，我来试试看一招。对，我这样先喂。所以当你看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呢，训练师还是有用哨音在控制它，对不对？原来他一直掌控在你的，我只是这样子。他想玩了，好调皮哦。他们呢，会不会每一只的个性都不一样？会啊，像他就比较调皮，对，只要人靠近池子边，他就会想跟他玩。假如你不理他，他就会喷你水。看他的眼神啊！看他眼神就知道了。想不到你还可以观察小白鲸，我刚才看他眼神都一样啊。不会，他们有时候很奸诈。真的哦。对，我想要做一些小动作。啊，还轻轻哦！再看一次。哇，好好玩哦！可是我感冒了，所以我不能跟他亲亲。哇，看淑芬与天使的感情这么好，真是羡慕他们哎！
淑芬说，因为小白鲸就像小孩一样好奇爱玩，所以训练师们都会跟他们玩耍，了解他们的个性，培养感情和默契。白鲸生长在海里，但是他们是胎生的动物，白鲸妈妈每次怀孕通常会生一只宝宝，而白鲸宝宝需要喝母乳才能长大，所以小白鲸和人类一样是哺乳类的动物哦。去哪里呀？我现在要去清洁小白鲸的排泄物。那你要小心哦，拜拜。其实训练师除了要为小白鲸吃饭以外，还要帮他们清洗池底，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专业的潜水执照。哦，我发现训练师们的工作好像没有这么轻松哎。玩球在玩球，自己在玩。淑芬，我们要准备了哦。哎，淑芬，你要准备什么啊？嗯，我们现在要准备帮上生态教室。哦，生态教室，你们要上课吗？哦，不是，是我跟小白鲸要帮大家上课。那我们也可以去听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哦，那你要加油，那我们等下去听喽。嗯，加油，加油。其实生态教室的示范，主要是让更多人了解小白鲸的生活与习性。无论大人小孩都专心的观赏和给予热烈的掌声，看到观众热情的反应，我想训练师平常再怎么辛苦也都值得喽。哎呦，好累哦，我帮你念一下。哦，真的好累哦。哎，淑芬，我们今天可以休息了吧？还不行。啊，还不行。现在我们还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啊，重要的事。哇，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那么冷啊？这是放小白鲸饵料的地方。小白鲸饵料的地方。哦，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对啊，我们来这边搬明天小白鲸要吃的鱼啊。哦，那我们赶快进去搬好了，不然等一下变成冰棒就糟了。哎，这边温度几度啊？这边-17度。-17度，我要走了，秀。淑芬姐姐和训练师们每天傍晚都要把隔天小白鲸要吃的鱼先拿出来泡到海水退冰，忙完之后淑芬姐姐还要填写小白鲸的食量、精神状况和上课的表现哦。这样一来，训练师和兽医才可以知道小白鲸的健康状况哦。做小白鲸的训练师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啊。你当初怎么会想要来做这个工作？兴趣啊。兴趣是什么？喜欢小白鲸。对啊，就很喜欢小白鲸。你们建立那种感情是在说彼此的互动嘛？因为一般人不可能跟他们接触啊。对啊，所以我们要跟他培养感情，就要跟他玩啊，摸摸他。有时候我回家，如果心情很不好，就会坐在那边没有讲话。可是狗自己都会过来，它好像知道你心情不好，就会故意好像撒娇这样子。那小白鲸会有这种举动吗？让你觉得窝心？会啊，像天使他们就会啊。你坐在池边嘛，你就在想事情或者是干嘛，就是无聊就坐着这样，他就会过来在你旁边游来游去，然后头一直摸你这样子，叫你摸他，叫你跟他玩这样。他们如果生病啊，或是说精神不好，让你发现他们胃口也不好，那会不会很担心他们？还是说看到这种情况自己会有什么？会很紧张啊。像有一次天使他打针嘛，然后我们针扎下去的那一刹那，他就开始尖叫，就是叫得很凄厉、很奇怪的声音，我从来没听过啊，我就觉得很心疼啊，就会想要流眼泪，对，然后就会想说叫他们不要打了，可是又不行，因为这是兽医的责任，对，然后后来就他们都讨论之后就觉得。感觉就不对，所以就没有打。后来他就没有打，就吃药，就慢慢好。如果说今天你们可以沟通、可以讲话的话，就像天使跟你的感情那么好，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我会想要跟他说，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都问他说，就是跟他的感情，他到底有没有对我付出一样的感情？对。我觉得这是因为你们情感已经很好了，对他有达到一种爱的境界跟地步。大头，
你到底在干嘛？哎，等一下啦，说清楚啦。我在练习游泳了。嗯，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练习游泳啦？因为我决定了，我要像淑芬姐姐一样当小白鲸的训练师，所以我现在要先学游泳，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和小白鲸在一起啦。哈哈哈！大头，你都不喜欢洗澡了，怎么可能会喜欢游泳嘞？对耶，游泳好像要泡在水里。那我下次再去练习好了。那我先去吃饭喽。大头，真受不了他。看着小白鲸探出水面，露出圆滚又好奇的眼睛，要我陪他一起玩，忍不住加深我对小白鲸的喜爱。飞越水面，高声唱歌，在这里，小白鲸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增加人们对他的认识，因为了解，进而保育。无需语言，只要一个眼神，素芬就可以跟小白鲸沟通。因为爱，他保护并照顾着小白鲸。看着小白鲸健康快乐的悠游在水中，我想这就是素芬觉得最幸福的事。小白鲸的守护天使，加油哦！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柳丁哥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这边有一个订阅键，按下去就对喽，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可以按这边，等等，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要常常上来看我们哦。